主播模式没啥意思，那不主播模式那也播不了啊。对，他玩剧情的这种的，我们玩起来其实没啥意思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来了啊，进草丛了。A，E，A 晕 ，A 吃药 ，A 再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再 A。他应该要回家，我们也回家。由于我的一波勾引，让对面的日女儿看我们俩在这打架，然后日女儿被我们家人给杀了，明白没？这波有我一半助攻啊！出招吧！那我们为什么没有钱？不知道。你自己想吧，百夫长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平 A， 平 A， 让他打，打的时候我们再开 E 啊。晕平 A， 吃个药不打了，摸他一下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别着急，他要放 W， 最好是别吃。A E A 晕平 A 升级了啊！再 A Q A， 这波杀不了，我们的伤害不足以能杀得了他，直接 Q 到，打点血差不多了。Q E 晕，这波 Q Q 慢了 ，Q 的快点 ，E 还能慢点放，跳下来减盐死。你忘了你带的点盐，我也带的点盐了吗？我的炮车，这波兵收了，我们打个900块钱，回家了。希望蛤蟆不要来呀。走。恭喜单凡，他这是要杀我呀！我这一看，来个900，先来个吸血鬼结账。他打我们已经打不了了，首先我们就是克他的。英雄就非常的好打。好，他放 W， 等他啊，他不放我们就重锤，一开起来跳上来，哎，晕，锤，锤，锤，重锤，不打了，他这波有点盐，不打了。等个 E 再打，3秒 ，Q 上来重锤，晕，锤，锤，闪现走，这波居然有盾，我没想到啊！他有闪现啊，小心点，我们等 E。严阵以待。有 E 他不敢上。出 W 一开起来晕，重锤，我们成功用闪现骗了他一个点盐。他有闪没有？
他好像有闪是不是？上边他没交吧？开翼，晕住！你要踢死我呀！跳下来锤，重锤，重锤，打个眼锤，锤！一开起来重锤，晕！好闪！这波一定别开大招，大招要100点蓝，我们的蓝不够用。再吃一层塔皮，我们回家，然后就无敌。没想到吧？呀，这钱不够啊，先来个这个吧呢，两把短剑。等他放 W 了，他放不放？现在我们直接上去也行，直接跳他的脸都可以了。跳错了，什么打野？对面瞎子打野没关系，一下，两下，一下，两下。先进草丛收兵，他不吃经验就算了啊，爱吃不吃。谁来了？不交技能啊，我不知道谁来了，没人来呀。严阵以待。用 W 收兵，哎，刚才少了一波机会。严阵以待。下回不信他了，我信来人了呢，他直勾勾往上上。经验你别吃，我晕，重锤。锤，重锤开大，跳上来点燃重锤，我的炮车没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跟谁打起来了？你们自己打吧。浪费了，他有大，这玩意儿有大不好杀。掉下来锤，重锤，锤。这波不能先交易，还挺难弄。你要去哪里？出来呀！我就吃口屎的，还是说跟他再干一波呢？看看有没有死啊，没有就算了，没有回家了。哎呀，来，我又回来了。
上当了，兄弟，这可去不了啊！上当了，兄弟，这可救不了，这人可有点多呀，这可怎么救？来一个，先来个破败，兄弟，你死的惨呐！我给你报仇，好吧？我给你报仇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指定给你报仇。谁知道他们家这老些人啊？打峡谷呢？左边有人啊！中路好像是有点小裂，我看。稍微有点小裂，先推。哎，出来行啊，兄弟，这波出来我是没想到的。摸眼儿来，还杀呀？跳下来锤，锤，闪现重锤，重锤，没事，给我踢塔里也没有关系，不要让他给我踢飞，省得打不死。看能不能直接把他拆了啊？差不多了。如果青钢影在野区，我们让他再多丢一波兵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感谢小猴子明先生。回家呀，差两百块钱，那我可能还得杀他一波。人哪去了？没有人我可拆二塔了啊。我先跳走，我钱够了，回家了。无敌了。跳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几个人？跳上锤，重锤，重锤！等一会儿啊，红有底 buff 在烧他。跳下来重锤，这人干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吧，
不知道到底是猥琐还是不猥琐，旁边也没人，跟我装成旁边有人，那我可不管，我可上高地了。 算了，不追了。我们回到比赛之中，回到这场游戏。瞎的在下路，中路小驴人，所以上路最多最多就来三个。为什么要瞅我小驴人？为什么要瞅我小驴人？ 为什么瞅？一二，跳下来重锤，回来人了。来呀，小绿人！ 先开一，咋怎么的呀？重锤，重锤，锤，闪现走，跳眼，跳眼，人家拦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意外了，哎呀，一等的意外来，跳弹有没有跳弹？我跳弹！哎，我们不在机那个塔下回城，我们跑厕所回城。 你看，卢仙过来追我来了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？先等一手卢仙。靠！他居然闪现了！啊！这里有卢仙，给我杀他！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厕所呢，厕所呢。人呢？ 这波闪现我没想到，我要把卢仙杀了，这青钢眼人打不过我。先开E直接晕他就杀了，那谁知道他有闪呢？他也没有E，没有E就直接就开个E就杀了就完事了。我没有多少蓝，万一他点我两枪把我点死了，我还能开个E。 挡一下子，国粹之镰不用，我们来个蓝 buff 不就完了吗？ 在我拆上路这段时间，好像队友把对面的防御塔都给拆没了。哎，三项这个加速效果 Q 触不触发？不触发，太垃圾了。没想到吧？ 怎么不加移速呢？我来了，卢仙。
那卢仙是怎么死的？那个卢仙死的是不是有点快了？我都没看见他人儿。